加拿大本拿比的慈济志工迎接耶诞还有新年佳节，特地为百恩中学低收入户还有难民家庭准备了礼物篮，同时在寒冬低温里一一的送到他们的家里面。忍受着凛冽的寒风，加拿大本拿比慈济志工第三年为百恩中学的难民和困难家庭发放礼物篮。It's a very, very special gift to our very needy families, and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support.不同于以往在校园送礼，今年志工逐户拜访。来自伊拉克的两兄妹今年九月才以国际难民身份在加拿大定居，志工特别以歌声和静思语抚慰他们的思乡之情。Say good words and good thoughts and do good things for everyone. Yeah. And you will have a happy life. This is such a wonderful and blessed experience, and I am hoping that I could be part of this experience next year. 怎么走？事实上，慈济在本拿比区已有十多年社区耶诞礼篮发放经验。今年多了很多社区志工主动参与，希望体验施比受更有福的喜悦。利用慈济的给我们提供的条件，让我们去帮助这些家庭的需要这些礼物，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机会，让我们去帮助人。就是我第一趟那么近距离去接触一个非洲的人，看到他们虽然是生活的不是太富足，但是人很坚强，我也深深的感受到能够做一点事情帮助人，是对自己一个也是一个福分。一份专属的祝福在寒冬里增添温暖，贫困民众的心灵也不再孤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刘义荣、王少雄，加拿大报道。